一大早妻子孙俪跳舞上热搜，黄磊被牵连扒出和刘若英恋情。今日一大早，孙俪因发布一段跳舞视频冲上热搜，点赞不过百，被网友吐槽大早上热搜这么好上，最后还被扒出黄磊和刘若英的感情故事，还说刘若英不要他，最后黄磊才和孙俪在一起的。黄磊和刘若英两人的感情关系还要从电视剧《人间四月天》说起，当时很多人都以为他们两个会踏进婚姻的殿堂。在《人间四月天》中，黄磊和刘若英饰演一对夫妻，黄磊饰演的男主角爱上另一个女子，并要求已有身孕的妻子打胎离婚，饰演了一个渣中极品的渣男形象。记得之前还有媒体透露，当时黄磊接了一部戏，邀请刘若英能否一起出演，而刘若英那时档期全部排满。让人没想到的是，刘若英第二天居然推掉所有工作出现在了剧组，从这就可以看出两人感情不一般，当时还被各媒体一度认为黄磊刘若英有在交往。